9月29日，李宇春、金喜先生2019湖南卫视春节联欢晚会彩排现场，春春来到现场，便首先熟悉舞台，开口试唱，立刻进入状态，十分优秀。随后，春春进入正式彩排，现场歌声配合炫酷的灯光秀，节奏感超强，让人沉浸其中。据悉，李宇春曾多次参加湖南卫视晚会，与之有着深深的缘分，也是湖南卫视的老朋友啦。相信这一次，春春一定会给大家带来最精彩的视听享受。黄瓜新闻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锁定1月29日晚7:30湖南卫视春节联欢晚会，看视频就在芒果 TV 哦，拜拜。